对，超速110公里，高速公路。B N W 当家超跑 M 4，它到底有几个当家超跑？要有 end 的，你就给我当家超跑。没有 competition， 那个差在哪里？ competition 差在椅子铝圈。真的 competition 这边有两条。哎呦，干你老师，有货狗。可以要看不到是competition 这里要两条洞洞。那是不是有那个碳纤维的椅子？稍微有点碳纤，带有 GTS 引擎盖改装的。可它有 HRE 啊 ，HRE 的也行啊。卡梦顶，配备很满。赛车的故事，严格讲一下，这台是后排的 M4， 后半年你收了，超速，而且他自己有一个故事，我刚刚买好了。他买的这台车怎么买的？他本身也有加减策略，就是跟朋友在做买卖嘛，他有参与，他跟同行拿这台车回来的时候，开给客人看嘛，就开半路不知道怎么弄，好像业务去跟人家 A 到，然后前后保杆这样，然后车行就跟他讲就要买起来，他就买了，就买了。买的时候可能开一阵子，可能家里人。可能不方便爆载，怎么样？就想要换掉，还没换之前，先把车拿去给人家美容。结果美容了，美容完回来都没事，又有一天收到一张罚单，超速110公里，高速公路。那扣牌多久？扣半年，正常应该有危险驾驶。罚单36000，目前我们看到资料是半年。后来就去找啊，不知道是没打算处理，还是没办法处理，反正现在都在走。官司，所以经由他收到罚单可以验证，那就是美容的时候没有经过他同意，他就把他开高速，然后扣牌嘛，超速扣牌，他不知道嘛，不然他怎么会回来收到罚单？直销一波三折，两折。哎，你也借我一台车，我看能不能超越110。不要了，不要你老婆打电话给我。这已经不是借简单啊，没有你不会借啊，借简单啊，确实我也不会借。我为什么要借你？我们什么关系？你借我车借，我没有车，你会借我吗？我考虑看看。借我一天这样子，可以我考虑看看。太失望了。看什么事情啊？哦，如果有急事，你会借我？正常事情 ，OK 啊。那、OK， 各句话我就记起来就可以了。A12 啊，马上。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有就好了。你有这个心，我就感觉到了。没有没有那个心，我就那个行动而已。可以。心没有，心是属于一个人的。这一台是2015的 M4， 10万公里。配备左三右六少一颗，它少什么？电子悬吊，这颗环境嘛，这颗电悬，找电悬。它要改避震器，对，还好。再改二阶。哇，是刚有发动过吧？换冷车的时候发。哒哒战斗机改。它这样子几匹啊？二阶500匹有没有？可能超过吧，全场431。哦，500匹。差不多，差不多500匹。哎，500匹被媲美一些超跑了吗？媲美。哦，对都有。其实这台车一直是我刚出社会的那时候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车。那时候这个车，这句话我听了不下数十遍。尤其是这一台。哦，尤其是这一台。因为上一代的时候我拥有嘛，就是192的那个 N7，192的 N3，那时候也是双排。后来2014、2015年新出的这一款新世代的 M4。当下同年又出了4门款，那你有买吗？我陆陆续续一直都有买。而且这个车款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车款。为什么？那个巴德的那个啊，就是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也在车，他也是卖车，客人要想要看他的车要跟他买，然后他给他试开，他坐隔壁。哦，那个是我朋友的朋友吗？客人开要150、160、170一面道路，然后客人太太坐后面，然后我那朋友坐副驾驶，有拉安全带，然后下雨天开170打滑，那个车这样中那个树侧边，啪，你中前中后都还好，侧边没软。对啊，看顶直接弹掉，哎呀，把弹上来，人就没了，没了，天妒英才，不然我们是可以走很远，在车这一块太深刻了，后座空间大家应该很在意这件事情。你确定你要借靠后座空间吗？对，就有奖跟没奖是一样的、啊。对，
龙鳞尾灯，四面尾翼，啊，拍两下，体验一下，好，太可怕了啦！给啊，哎呦，欸、你开这车有笑容呢，棒，这还有一个马力表给你。飘超飘哎、欸，马力太大。可是 M5 好像比较可怕哎、欸，更猛爆。换个那个，你该不会还想切模式吧？对 ，N1 哦，哇 ，N2 这心脏很痛哎、欸。会吗？哎、欸，这有电热方向盘哎、欸。二一。哦哦，哎呦，太可怕了！啊！啪啪啪！很可怕、欸，对的，哦，棒了棒了，哦哦哦，太赞了！你买了这台，你就是路上最亮的仔。可是你不觉得它排气管很土炮吗？怎么会？那声音没有很好听呢、欸？嗯，好像有它的特殊性。现在这台车2015年的 M4 改装，刚有讲那些。里程100,000，认证车，正常售价应该是1,580,000，现在扣牌更580,000，158啦，什么580,000？没有扣牌也更580,000了，没那么便宜了，一个月便宜50,000块够不够？5,600,000，那就300,000了，那就可以128，128卖你，卖我吗？还是卖他？嗯，128哦，有吸引力吗？可是未来半年后，车价会崩到什么程度？不知道啊，有可能崩30吗？有可能崩100,000吗？10,000有可能啊，有可能啊，10,000有可能，因为你现在已经崩一节了。嗯，照常理来讲，不然崩了又崩吧。有兴趣加LINE OK， 不能贷款，现金处理。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型产品的话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因为如果我自己等了半年后，我也是照当时正常行情卖。但如果你现在要先跑的话，就是128，好像可以投资哦。欸，是不是闻到新台币的味道？全省都有各种收车服务，全省征求强力征求伙伴，销售采购都可以跟我们联系，有今天没今天都可以。OK， 来吧，走文明吧，走了。关注李老板，咖啡片用港。